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城关镇西门河村，住在大山上的何远兴、沈顺英夫妻已做了20多年豆腐干，靠做豆腐养家糊口，供女儿读完大学。女儿大学毕业后，在离家较近的安康城里找了个工作，离家近可以常回家看看辛苦一辈子的父母。夫妻俩每天4点就起床，要做两锅豆腐。丈夫挑着前一天已熏好晾干的70-80斤豆腐干，走1个小时的山路去县城卖。妻子则在家继续做豆腐，并把豆腐做成豆腐干。豆腐压干水后切成块，将切成块的豆腐在灶上用烟熏2个小时。豆腐干卖完后，何远兴回家后要到山上砍柴。紫阳大山里的冬天很冷，但砍柴回来的何远兴还是满头大汗。熏豆腐干要用好柴火，这样熏出来的豆腐干就能保留纯真的豆香味。天天起早贪黑做豆腐很辛苦。70后沈顺英头发已经花白。紫阳西门河村是当地有名的豆腐村，全村有1/10的家庭靠做豆腐生活。这里的水好是紫阳县城的水源地，紫阳城里的人都认西门河的豆腐，除了挑着单到县城卖，附近的村民也会到他家买豆腐干。除了做豆腐干，他们也做豆油皮，一锅豆浆能捞10来张豆油皮，晶莹剔透的豆油皮3元一张。西门河村是紫阳县妇联保联的贫困村，妇联干部常去何远兴、沈顺英家帮他们推销豆腐。何远兴、沈顺英女儿读大学，享受贫困大学生补助，但一年几千元的补助远远不够，女儿在西安读大学，一年省吃俭用也得要3万来元。住在大山上不方便，现在他们在山下有房子，一家三口分到一套75平方的移民安置楼，政府有补贴，他们自己只掏7500元。